Hello，腾讯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赵敏的扮演者陈玉琪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张教主的足疗技术吗？就那么一般般啦，还是可以吧。那我陪你一块儿去。臭，谁跟你说笑呢？我有调戏他吗？那是敏敏自带的魅力。张无忌给我的定位有错，我按着定位找上去的，但是找了半天就一直在原地旋转，旋转再旋转，很辛苦的，可是转晕了。会招人恨吗？赵敏是很凶的哟，你们不怕吗？